青龙森你在吗？大家给他一个热烈的掌声。你们大家都认识他，他是我们的会长，最辛苦。谢谢大家，大家好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感谢大家今天来，我们今天呢是我们纽约自行俱乐部头一次办晚会，是很多。谢谢，我们很需要这个掌声，我们确实需要这个掌声，谢谢大家。我们这个晚会从开始组织到今天总共只有三个月，在三个月时间确实很匆忙，我本人的力量很薄弱，我很感谢我们的会员们给我特别特别合作，特别的支持。为了跟大家联络，我拿了名单打电话，从早上7点打到半夜12点，没有人有怨言，我很感谢大家，所以我们今天有这个晚会在这里表现给大家。在这里面我很感谢，在这一年里面，我先讲，在这一年里面我们每月聚会一次，我很感激陆行，他今天没有来，他有事到大陆去了。马路华、边先生、铁先生是我最大的助力，他每次聚会都是最早到，不知一切，不知辛苦，这里我非常的感谢，我向他们深深一鞠躬。这次的晚会呢，又是我很感激王荣生，我跟他讲的时候，他只给我了3天的时间，打电话给我讲，金融生活找到地方了。那么亮丽的地方是我想象不到的，也是我们大家会员想象不到的。他是第一个工程，其次接下来我要感激的是马路华，他一手包办了我们的节目的排的节目座位的排列。我们电话又是从早上到晚上不停的打，不是每天打，是一天晚上不知道打几次。所以今天安排在这里，我们尽了我们最大努力吧。每一桌熟悉的客人坐在一起，我希望大家很高兴很愿意。今天我们在这里，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第一次，我们需要各位的掌声。这个掌声里面包括了赞美，包括了支持，包括了鼓励，也包括了对我们的宽容，到底我们是第一次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哦，我忘记说了，让我们听听自己欢唱，朋友们请来歌唱，唱出心中的欢唱，我们有美丽幻想，让人间充满新希望，身旁。
Thank you.